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这个实况，我们的龙与地下城。在上一回呢，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回来这个世界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已经被邪恶的力量统治了很久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大又邪恶，每一只一个简单的僵尸都可以足以把我致命。所以我呢，开始在外面探险，寻找那个失落的怪物，然后一个一个杀掉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Okay, 好，它是应该是一个什么阴森女妖？我们不要选那种这么难打的，我们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。这是干嘛的？这个旋转楼梯好讨厌哦！我到了，Holy shit，好烫啊！谢谢大家。太难了吧！不，哇，好痛！是谁在玩火？就是我啦！啊！哎呀，要双手！我觉得这里可以刷怪耶、欸。我可以在这里刷怪耶、欸！只要我的铁大剑没有坏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在这里刷到45等哦。下一位，我终于升级到钻石了。我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回去做那个嘞，钻石系列的东西了。哎，忍耐怎么办？忍耐还差多少？忍耐应该也要练一下。好痛哦！这怎么练忍耐啦？这超痛的哎、欸！啊！我想要再试一次，我想要再试一次，看能不能用，看能不能在这里把防御力也练起来。现在防御忍耐只到30几啊，32。好来。有。有破了，破了！天哪，破掉了！哦 ，OK， 我身上还有铁，打我 ！Yes，Come， 呀呀呀呀呀 ，Let's ride！Yes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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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哎呦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太强，太强，太强了！哦哟哟哟哟 ！OK， 漂亮，来来来，小心哦！来敲，来，哎，不是，漂亮哦，好痛哦！我这样忍耐真的有在练吗？真的有练到忍耐吗？他直接给我把盾牌的耐久敲烂嘞！哎，破了！哎，不对，忍耐到底怎么练？加64.32，好痛哦！有啦有啦，32.36。他们都会有一个流血效果，好烂哦！而且我发现我举的盾其实没有办法忍耐哎，它顶多就是在装备的时候会加成，所以它其实不能拿着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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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等我们回个血啊！太痛了啦，太痛了啦！顺便练一下战斗。他加12%而已。哎，被打不一定会练到忍耐，到底要怎么练才能练忍耐啊？对啊，怎么练才能够练到忍耐啊？他不见得会那个哎、欸、哎，被打不一定会增加，你看。你看，啊，对啊，完全没有用哎、欸，完全练不到啊！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如果说忍耐是经由受伤引起的数值，那如果我被蜜蜂叮呢？我被蜜蜂叮可不可以？
啊，不行，这个蜜蜂太乖了，它是被我驯化过的蜜蜂了，我要怎么惹蜜蜂生气啊？打它。有了 ，ouch， 嗷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会中毒中多久？可不可以毒久一点？哎、啊，不信我挥一拳，我就快要把我的蜜蜂捏死了。我想一下，怎么让蜜蜂处在原版蜜蜂有办法中毒？我思考一下哦。中毒，女巫可以让我中毒。中毒，喝毒药。OK， 好 M 哦，但是我突然觉得很想去喝毒药。我要去哪里找女巫啊？女巫药水可以丢我，然后我就会中毒，然后我就会一直扣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可以练忍耐了。嗯，有一只肥蜂叮我 ，Yes， 哈，他叮完就不生气了哎、欸。要让蜜蜂一直生气的方法，或者是被狗咬，被狗咬可以吧？咬我 ！Yes， ye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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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咬我，咬我，咬我！你怎么不咬了嘞？对嘛？对对对 ，Good job， good job， 我在练忍耐了，没关系。继续咬我，我的血好像补不回来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知道怎么弄了，有了，我在练忍耐了。天哪、啊！可是他练不多就是了，这样练很快吗？我看看，63，哈，可是我快要死掉了。哦，好 M 哦！最快练忍耐的方法，真的就是抓狗来咬自己吗？哦 ，Oh no， 快死掉了啦！摔死好像，如果是摔到死掉，好像就没有那个，对不对？就没有经验值了。所以目前已知，我可以，哎呦，我可以用蜜蜂叮，或者是被狗咬来练忍耐。但是我觉得我需要跟狗保持一段距离，我总不能一直给它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，养过的狗也不能够当成是狩猎目标。蜜蜂的话有中毒特性，可以让我中毒，然后一样可以练忍耐。忍耐真的好难练哦！我想了各种千奇百怪的自虐方法，都没有半个是可以先加快一点的耶。摔伤好像最大也有一个。有一个点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极限，我好像也不能一直摔。我看一下，摔的话最大，不行，根本没摔到啊！让我摔，让我摔，摔我，摔我。好，嘿，加多少？29.26，好少哦！我要加到40哎、欸，钻石系列好像要摔到45等才能穿钻石哎、欸，好难哦。43，我想一下，这样加多少？43，忍耐32.76，快33等了，我快把自己摔死了。好，好，思考，思考，思考。欸，咦，这样多少？47，这样摔一下47，47，摔一下大概加0.02吧，0.02左右。那我再跳高一点。而且我发现我好像装备比较好，摔落伤害会减免，不要减免啊，笨蛋！我要练啊，给我练！我死的哎，那、欸、跳上来，好好好，嘿，多少？80.47，有，我在想，如果我摔的惨一点的话，我需要一个快速瞬间移动的方式。快速瞬间移动的方式，快速瞬间移动的方式，魔镜跟床，我想一下哦，搭配一下，快速衰落，
储存重生点。好，跳，传回来。我记得魔镜没有 CD， 我记得魔镜没有 CD， 所以，啊哦，Maybe I find something。我真是觉得我是个天才，可是我装备快被我摔坏了，而且我重点是我要怎么快速回血啊？快速回血有个方法，可以放那个篝火，篝火，对对对，篝火，OK， 我要去哪里生篝火？我记得篝火，哎，篝火可以回血吗 ？OK， 其实我回血自然回血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啊。如果不穿装会死吗？我会自然回血，但回的速度比较慢，但还好，但好像还好，大概靠腰太大力了。喂，我是天使。好，再试一次，不要穿装跳好了，这样子，好来，嘿，哦，摔两波哎。完了，我要在这里疯狂无限轮回了。可是回血速度太慢了，我想要能够快速回血到，能够马上跳的状态，快速回血。篝火还是需要篝火，我看一下篝火怎么做。也不一定要篝火，我可以学治愈魔法。我用治愈的话，我传上来，然后我只需要按右键，就会建立恢复立场，然后我再跳下去。再顺回来，恢复，跳下去，顺回来，恢复，跳下去，顺回来，恢复，跳下去。嘿，这个月亮居然看起来不像方的，为什么月亮变成一个箭头啊？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对耶，月亮变成一个箭头，哎，好酷哦，太酷了，走。所以魔法依然重要 ，OK。治愈魔法，摔死 ，OK。我懂了，我知道，太痛了。我知道我要干嘛了，伊莎贝拉。好的，我们下一回呢就来去练治愈魔法，来执行我想的计划吧。那就这样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。